面壁多日，有何感悟？听说你在住院的时候练俯卧撑，还反思过了。干嘛回来，还跟这面墙过不去啊？现在可是以吕党委书记的名义在跟你说话的。说吧。你先坐下。说吧。吃饭。我是专门来陪你吃饭的。我在党委会上立下军令状，陪旅长吃一日三餐，旅长不吃，我不吃。你不是要跟我谈话吗？对呀、啊，谈完了，说什么了？你就让我吃饭呢？这是旅党委集体决定的，就是让你吃饭，像正常人一样吃饭。吃得下去吗？老规矩，先喝再吃。喝吧，我特批了。你什么意思？你不让我进步了？我早戒了。那今天我开戒。你不要命了？你肝癌手术才一年，医生不让你沾酒，那是亲口跟我交代的。你今天当着我面开戒，你什么意思？舍命陪小人呢？舍命陪小人？谁是小人？我是小人呐！对，你现在这个熊样就是个小人，我特看不起你。我要是你老婆，我立马跟你离婚；我要是部队首长，我立马撤你压职。政委，不是政委，我有那么坏？你给我坐下。整天带着全旅陪你闷头跑步，十圈八圈也就算了，一跑跑五六十圈，你折腾谁呢？啊！回到办公室，对着墙装傻充愣，你以为你是达摩呀？输了一场演习，就跟霜打了茄子似的，你装给谁看呢？玩什么小子情调啊？行了行了，政委，别说了。你想犯错误，拉我当垫背的，来吧，不就是吃饭吗？哎，咱俩，哎，君子之交。来，你呀，这套都是江湖的啊，我懂你。你刚才批评的对，我没批评你啊。那你说的话是放屁啊？你先吃饭，我一会儿跟你说正事。我吃着喝着听着，绝对不会把菜塞到耳朵眼里。楚占刚跟韩鹏已经打了整整八天八夜，我也想着八天八夜。红蓝双方还没分出胜负呢，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楚占刚和你一样，他至少已经活了八天，我当年就被俘了。光埋头面壁没用，我都想过了，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死一个少一个，没人把你当烈士啊。我说同志，你说话能不能不这么噎人呢？如果说八零八旅赢得起输不起，
劣根就出在你这个旅长身上。你还像个政委的样子吗？我有点情绪你不来安慰我，我有不到位的地方你不出来打圆场，一进门连损带挖苦，从头骂到脚。你还让不让我爬起来了？你还让不让我翻过身来了？还有没有我这一语之长的尊严了？你看你这不依不饶的我。好好好好，哎，如果你还想爬起来啊，还想翻身，还不想一头撞死，那咱们就好好谈一谈爬起来的事。是。老何呀，你说楚占刚这回能不能打败韩鹏？前几天很吃力，但听说今天在安西渡一仗蓝军惨败。看，我琢磨着我这兄弟肯定能赢，他答应给我报仇，让我出这个恶计。来，让我们预祝909旅胜利。我现在算是明白王可征来过为什么会失手。其实并不是轻敌，而是根本没弄清楚战场在哪，敌人长什么样子，明枪暗箭都不知道是从哪射出来的，就稀里糊涂当了俘虏了。说句实在话，他输得很冤枉。旅长分析的有道理，808失手关键是心理素质不强，而我们不同了，王旅长经历过的我们经受住了，王旅长没有遇到过的我们也挺过来了。啊，我认为经过这8天8夜九死一生的历练和磨难，我们909旅官兵应对信息战心理战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嗯，是得好好总结，也值得总结，一定要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是。旅长，缉捕营在陆航大队的掩护下已经全部撤离安西渡，现在正在返回的路上。告诉柳珊珊，红军的三路部队明后天就要在狼山基地会师了，通讯联络会很频繁，让他抓住这个机会，寻找电磁突破口，实施电磁介入作战。是。你刚才话里有话呀？听出我的弦外之音了？哎呀，咱们低估了楚占刚啊。是啊，他现在是气势如虹。哼。现在咱们已经无法阻止他的快速推进了。哎，那你说怎么办啊？你问我啊？哎，你不会不管吧？哎，你是不是现在已经有主意了啊？你就是不说。我该出手时候已经出手了，把戏再玩肯定穿帮。你这人有点没意思。哎，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手里边有牌，你不愿意出。什么牌？柳珊珊呀。我还想把你押上去呢。让我跟柳珊珊同时出击，开什么玩笑？我怕他们单独行动不够稳重，万一失败了，前功尽弃不说，很有可能满盘皆输。行了，咱不开玩笑了。现在最让我头疼的呀，只有一件事儿。909旅的特战大队。要不怎么说你是政委呢？哎，你说啊，一支300多人的特战大队，居然消失了，无影无踪的，这种战法堪比隐身战机了吗？我敢说，在909旅发起总攻之前，如果咱们还得不到这支部队的踪迹的话，他们这支特战大队呀，有可能就是悬在咱们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你就这么害怕这天谴之剑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一种直觉，这支部队现在肯定已经隐藏在咱们周围了，而且随时有可能冲出来对咱们进行致命一击。加大电子侦察力度，全天候收集909旅的通信联络信号，监控无线网络和有线网络的各个主要节点，只要他们和特战大队联络，咱们就一定能捕捉到他们的踪迹。这个很难，我已经搜索了他们一天一夜了，他们所有单位的电台信号以及有线电信网络我都在跟踪监控之中，唯独没有这支部队的消息。他们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所以你就不敢离开？
我是不能离开啊，我是怕我一离开，这会发生突变。也有道理。哎，对了，还有一件事儿。什么？我们又侦查到一个特别的情况。什么情况？演习指挥中心内部有间谍活动。是敌特活动吗？要是敌特活动，我们会向上级报告，并且采取行动。但目前看来应该不是，可能是红蓝军演习对抗中派出的暗探在行动。通常是通过民用的信息来收集对方的信息情报。我们没有人干这种事儿吧？这个我可以保证。所以，我怀疑你已经被盯上了。盯上我有什么用啊？我韩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怕什么？如果你的行动属于军事行动，那你这蓝军司令的行踪可就值钱了，说不定也会有脑袋搬家的一天。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有可能对我进行斩首行动？是。这红军的特战大队来无影去无踪的，我们的行踪呢又被他们跟踪了。哼，这楚战刚厉害啊。估计还要多长时间？轮渡公司说午饭前后可以全部过江。能不能给他们协调一下，再给我们派条船，费用我们加倍。渡轮公司经理说了，除了油料钱，不会多要解放军一分钱，而是海事部门有规定，这段航道水流急，主航道上来往船只多，渡轮过江密度大，不安全。好，这个事儿我知道了。你如实汇报给指挥所，我再过去看看。是。旅长，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一步了。等等朱船长那边过江的情况。中午前后，能不能再快点吗？行，我知道了。舒旅长，安西路方向来电话，两个炮营和弹药全部过江还需要4个小时。要不你和政委先走，我在这里守着。我们还是等炮团过江上路后再走也不迟。左路开进十分顺利，今天晚上19点，第一列军列就会到达狼山站，20点10分，第二列到站。司令，楚战刚上来了吗？还没有呢。还在等什么呢？可能在等他的炮船过江吧，没炮他心里没有底。看看楚战刚指挥所的情况。装甲三营在刘庄村，装甲二营在杜家村，保障营在河西村。红衣那边还没有消息吗？没有。内线那边知不知道情况？
看看韩鹏在干什么。这个家伙都这个时候了还在睡大觉，可能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那就让这个家伙再睡一会儿。安琪江阻击实力对山豹旅有什么影响？也没有什么过分的影响，好像也在积极的准备迎战红军吧。看来韩鹏要死守高地了，挡不住了吗？也只能死守了。如果楚战刚速度快点吧，今天晚上或明天早晨就会发起总攻。但是一天一夜能否攻下来，这也很难说呀。那就看楚战刚的炮团能否发挥作用。邪了门了，连导演部都不知道红衣到狼山了。现在很难说特大是否已经进入狼山前方。红毅他们是乘民航机飞到光明市国际机场的，根本没跟狼山基地取得联系，我们也不好向基地打听。但我们的内线目前就在基地指挥中心，有什么重要的信息他会发短信告诉我们。了解一下韩鹏现在在什么位置。好。好了，就这样。可靠吗？是咱们旅一个月前抽调到基地搞保障的兵，走前我专门安排了任务，可没想到他前几天发来短信告诉我他在指挥中心干勤务。没想到你把眼线安排到首长的眼皮底下了。按常规打咱就按规矩来，可跟山豹旅作战就得多几个心眼，他能鸡鸣狗盗，我就不能旁门左道了。有道理。你们俩在嘀咕什么呢？余参谋把炮阵地的位置给标出来了，你们俩过来确定一下。 啊知道了。这事先别让政委知道。嗯，来信息了。这什么意思？韩鹏在535防线。好，太好了。既然他已经在狼山等我，我也不能不登门拜访。什么太好了？丁参谋长说，韩鹏已在535防线等待我们多日了，我们也不能总是在路上磨磨蹭蹭。嗯，我看我们该上路了。教授，原定不是韩旅长过来的吗？怎么你来了？旅长很有可能已经被对方监控跟踪了，他如果来很可能暴露这次行动。红军对我不感兴趣，我的行动反倒自由一些。旅长怎么可能被他们监控到呢？这指挥大厅内部很有可能出现了909旅的内部。这以前打演习的时候就有红军老乡给蓝军老乡送情报的，这小人君子啊咱都得防。哟啊，怎么了？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十人被劫持，快派人救。你喊人？喊人？炮团朱团长老婆，东北人，大个子。这怎么可能呢？哎，朱团长知道吗？不清楚，估计不知道吧。如果知道，最起码应该打个电话跟我报告一下吧。你们还没走啊？参谋长，过来。啊，这事儿，赶紧报警啊！我怀疑是韩鹏的心理战，还是想拖住我们，让我们心神不定。不太可能吧？他们刚刚用过，不会故伎重演吧？你先把电话打过去，问问李海云的情况。好。关机呀！政委，你肯定发短信的手机号是朱团长家属，这还能有错？所有营商干部家属的电话号码都存在我手机里。昨天我和李海云打了电话，告诉他老朱打了个漂亮仗，这就是他的号码，不会有错的。关机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已经有十人被劫持，老徐，给你二人打电话问问。哦，他下海岛巡检去了，三天天就走了。这样吧，你问问你家小顾。你打，我没带手机出来，他在家，最近他不会出门。 接听啊！他怎么不接电话呢？他不在家好好待着，去哪儿了呢？老楚，别着急，我估计他上街买菜去了，再等一等嘛。这样，先把消息封锁起来，尤其不能影响到其他干部的情绪。我想有两种可能：一，又是蓝军的心理战。 不可能，韩鹏几分钟前还在五三五指挥所里，怎么可能跑到一千多公里的澄海市去呢？你怎么知道韩鹏在五三五高地？他指挥部的视频画面打在指挥大厅的大屏幕上，我的内线在指挥大厅里已经看见韩鹏了。你派人到指挥大厅去了？是部队管理处抽调咱们旅的兵，去基地搞保障，正好这个兵是我的老乡。先不说这些了。如果不是韩鹏本人，也有可能是山豹旅的其他人。 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个推测，我希望我的推测是正确的。第二，有可能是家属院真出事了。不对呀，如果真要是出事了，罗布一应的雷营长应该知道啊。真要是出事，他肯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们。丁凯，你马上打电话给雷营长，问问家属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好，这事你们俩商量个办法。我先赶到崂山去。这件事，目前仅限于咱们三个人知道。 尤其不能告诉朱团长，他正在组织炮团过江呢。政委，你看呢？老楚，这样好不好？等你爱人、小吴回来电话过后，你再走。不能等，出了这么大的事，旅长先估计自己的家属，这像话吗？我先给一营长通个电话。啊，等等，如果有事，雷营长会知道；如果没事， 或者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雷营长是不会打电话的。现在突然打电话给他，会不会引起恐慌？雷营长可这个火爆脾气啊！我看还是马上报警，让地方公安出面解救。怎么报警？只凭朱团长老婆那些只言片语的信息就报警，这样恐怕不合适吧？如果真像楚旅长所说的，是蓝军方面搞的心理战，把这件事情莫名其妙的捅了公安局去，虚惊一场，那笑话可就大了。 如果媒体介入，网上微信一传开，这还真不好收场。哟，我还真没想那么多。楚占刚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徐小村不相信。徐小村的不相信，又促使了楚占刚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这种不自信的产生，又引发了决策上的瞻前顾后、犹豫不决。 今天呢，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请到我们千人解放军，我们军民共建单位和九零九旅的部分家属代表，跟我们公司啊一起庆祝十周年成立的联欢会。我们公司啊，能有今天的业绩，和我们九零九旅的官兵无私的支援是分不开的。昨天我们听说部队外出演习，所以呢，我们上级领导让我们 安排我们家属们跟我们一起参加联欢会，在此呢，我代表我们蓝豹公司向我们军嫂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
我想邀请我们909旅的军嫂代表李海云女士上台，大家欢迎。李海云女士呢，是我们朱团的夫人。那今天呢，就有请我们李海云女士和我们的歌手武珊珊，一起呢为大家带来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大家热烈欢迎。好。到前面上高速口，等下政委他们。是小顾吗？啊，我是徐小存，徐政委。什么？你们是陈海市公安局东郊分局？大队徐政委，我们这里发生了一起恶性劫持人质事件，人质中有十人是你们909旅干部家属。现在劫持人质大巴车已经被拦截下来，但人质还被歹徒扣押在楼里，现场已被我特警包围，正在与歹徒进行谈判，但部分人质情绪恐慌急躁，不愿跟我公安人员进行配合。都有什么人在里边？有没有受伤的？有没有生命危险？个别人有轻伤。需要我们部队做什么？你们说，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其中有一名孕妇，大概六个月身孕，情绪十分不好，想要跟绑匪拼命。我们喊话安抚，但效果不明显。希望部队马上安排亲属，火速赶到现场，配合公安人员进行安抚人质，不然我们的营救难度会加大。同志，不行啊，我们现在正在外面打演习呢，现在离澄海市有1300多公里的路呢。什么？你们不在澄海？这可怎么办？同志，你们一定要想办法保住我们家属的安全。那名怀孕的妇女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楚旅长的爱人。你说什么？旅长夫人，是楚战刚旅长吗？对，是楚旅长。能让他接个电话吗？是这样的，我们两个现在没有坐在一个车上，你等一会儿，我追赶上他过后，马上回电话给你，好吧？小李，加快速度，追上旅长。是。参谋长，什么情况？朱团长，还有炮团的地炮营营长，还有火箭炮营营长、副团长都接到了家属电话，知道了家属被劫持的情况。现在还有一个营没有过江，怎么办？我问你，现在干部情绪怎么样？不清楚，他们自己说相信组织，但朱团长提出来派一名团里的干部马上返回澄海去看看。好了，我知道了。值班室刚接到市公安局电话，说我们有十几名家属被劫持了。我也刚接到了电话，做好保密工作，以免引起大家的恐慌。我马上赶回澄海去。是。到底什么情况？老楚，不是心理战，是真的。现在咱们十名家属被绑在一栋大楼里，特警把整个大楼全部包围住了。你给澄海公安打过电话了？不是我打的，是他们打过来的，在东郊。劫持的人质都有谁？劫持的目的是什么？目的还不清楚，我只知道有朱团长家属、两个营长的家属和副团长家属都在人质当中。朱团长他们都知道了？我觉得不应该瞒着他们。丁凯已经接到炮团电话，现在部队情绪受到了影响。怎么会这样？人有没有生命危险？老叔，我也不瞒你了，不行，人也在里面。这他们有没有说顾小媛情况怎么样？现在他的情绪很不稳定。老楚，你看这样好不好？现在咱们的家属被当作人质被扣押，部队情绪也受到了影响，我能不能回澄海去一趟？好，你好，
你马上回去，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直接到家属大院去问你。如果没事，你马上回来，就跟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如果有事，相信公安部门会处理好这件事情，我们会全力配合。好，我马上就去。老徐，不会是韩鹏又捣的鬼吧？不会吧？心理战他们用过一次，不怕被我们识破？兵不厌诈也有可能啊。老叔，我理解你的想法，如果是假的也当我们的事儿，如果是真的，咱们跟朱团长也有个交代呀。我是不把他划着翻新，我就是担心我们再犯同样错误。喂，陈海是公安局吗？是许政委吧？我是。你们的人现在还被劫匪扣押的楼里，大楼已经被我们包围了。鱼看来还是没有烧熟，味道和火候都还差一点。楚振刚还是不太相信。我明白了，顾客是位北方人，口味重，这样，给他上一道硬菜。现在行吗？现在顾客呀已经饥不择食了，口味越重他越抢着吃，如果让他慢慢品尝的话，那就露馅了。行，上硬菜。顾小莲电话。小边，喂，小边，小边，小边，你不要，小边，你要冷静。喂，喂，小边，楚局长，是你挨着顾小莲电话吗？你听清楚了吗？是，是小边，他一直在哭。队长，楚局长一直在哭。队长，你一定要稳住，稳住。这样，楚局长。我马上赶回上海一趟，坐飞机顶多两三个小时，回去过后一切真相就会大白的啊！你稳住，稳住，快去机场。这道硬菜一端上来，楚占刚真的要崩溃了。楚占刚跟顾小媛是二婚，顾小媛小楚占刚15岁，二人新婚之后如胶似漆。楚旅长自我感觉年轻如80后，现在娇妻怀孕5个月了，这种打击如同迫击炮弹直接落在天灵盖上，不爆炸砸也把人砸死了。至此，楚占刚被山暴旅的心理战完全击倒，失去了正确的判断力。这次战役主要看你们炮团了，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我知道后方遇到一些事情，你们要沉得住气啊。明白，责任重大。参谋长，政委有消息了。政委刚才接到澄海公安局电话，人质是安全的，谈判专家正在跟劫匪谈放人条件，请大家不要着急。旅长政委叫我过来，就是传达旅党委的意见，对你们右路部队在开进途中敢打敢拼的精神表示充分的肯定，对你们在后方遇到突发事件后表现出来的镇定和忘我精神表示赞誉和钦佩。请你们相信，政委在回到澄海后一定会和地方有关部门妥善处理和解决好这件事情。哎，参谋长，我一直怀疑这是蓝军的圈套。其实渡江作业不用停下来的，要是不停下，我们营现在已经过江了。旅长是好心，怕你们思想上有负担，指挥操作上分心出现安全事故，所以叫我赶过来。多此一举，你看嘛，我们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是啊，就算是家里出了点事儿，我们离这么远，赶回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再说离演习结束还有不到2整天，今天要是再耽误，就算明天赶到了狼山，我们也匆匆忙忙的打不好。大家的心情我理解，看到大家精神状态这么好，我也就放心了。
咱们什么也不说了。二营，马上渡江。是。你说谁丢人呢？啊，不丢人，不丢人。我丢人是吧？我说我。啊？说我。谁丢人呀？啊，不丢人，不丢人。嘘，别喊，别喊呐、啊。先回去好不好？有什么话回家再说，行不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找徐政委给我评理去。找什么徐政委呀？政委，政委。哎，政委啊，别闹了，赶紧回去。大礼包我给你买，好不好？回去，回去，回去啊。政委，您怎么回来了？怎么了？刚才跟你媳妇吵架了？没有，没有，就是家长里短的事。家长里短的事，我告诉你。家属人的安全，你们一营是有责任的。是的，哎，政委，你怎么回来了？是不是演习结束了？怎么，你不知道？政委，有什么话您就直接问我吧，要不然这冷不丁问我，我后脖子梗直发凉。我们院里被劫持十人，你不知道这个事情？今天周末这进进出的车挺多，走进串悠的人也不少，就没听说这个事啊。你看看，这是朱团长老婆李海云发过来的。不可能，政委，这您也信啊？这肯定是有人在跟您开玩笑的。你想，十个人呢，就这光天化日之下被绑走了。如果是真的，你想，这网上肯定早就吵起来了。难道又是心理上？您说什么心理上？你看，肯定没有这事。当然肯定。您要不相信的话，我当场找人跟您核实啊。王主任吗？哦，我是雷营长啊。啊，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徐政委今天从前线赶回来了，他有件事要想跟您核实一下，您稍等一下啊。政委是管我们这个票的王主任，有什么事您直接问他吧。喂，王主任吗？你好，你好，我是徐小春的。徐政委啊，对，有这么一件事情，我们上午在行军的途中啊，接到你们张警官一个电话，说你们正在处理一起绑架人质案，和我们这个军人家属有关。没有啊，我们从来没有接过这个案子，是今天上午的事吗？对，是今天上午的事啊。不可能，您接的很可能是一个诈骗电话。现在的骗子智商高，多采用高科技的手段行骗，用他的电话打给你，有可能显示我们的电话号码。这个骗子是不是说你的信用卡上消费了多少钱，他遇到了什么危险，让你汇钱给他？哎，你就告诉我你有没有损失。啊，倒没有什么损失。没损失就好。你刚才是说有人冒充我们的公安警察名义给你打个电话，声称有人被劫持啊。好的，你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会马上向上级报告。啊，那行，那谢谢你哈。政委，您说的这个心理战是不是山豹旅韩红他们搞的呀？哎呀，现在肯定是他们干的。我们在行军路上已经上过一次当了，被旅长识破了。没想到他们又搞一次。哎呦，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啊。政委，您说的这件事儿，我不知道跟另外一件事有没有关系啊。就是我爱人小陆啊，他刚才跟我说今天有十几个家属被一家公司给接走了，说是参加什么联欢会，但是没有邀请我们家小陆。这都有什么人去的？有李海云，还有炮团的几个营长家属。哦，对了，还有旅长的太太顾小媛。有人在家吗？政委，你怎么来了？你们演习打完了？进来呀、啊！你这是怎么了，政委？坐。来坐。小袁。啊？你没事吧？没事啊。我们家战刚走的时候，我都跟他说了，没什么事儿，别牵挂。这才五个月大，自己注意点就行了。你快坐。啊。该不是我们家战刚出什么事儿了吧？哦，没事没事，我呢回来开个会，演习还有两天。哦不，
还有两天就结束了，顺便啊回来看看你们。你这一来还怪吓人的，我还以为我们家战刚出什么事儿了呢。小严啊，嗯，我上午打电话给你，你怎么不接电话呢？你说上午啊？啊，上午我们一帮家属去参加人家联欢活动去了，这不刚进门你就进来了。联欢活动？哪儿的联欢活动啊？来喝水。是一家化妆品公司，说是你们的共建单位。共建单位办联欢会，我这个当政委的怎么不知道？上哪儿通知你们去啊？你们这儿天天都在打演习。是蓝豹公司10周年庆典。蓝豹公司？这不是还送了礼物过来吗？你看什么礼物？全球美女唯一选择，什么？打开看看，全是化妆品，好东西。山豹旅赠。山豹旅？怎么会是山豹旅吗？